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啊、呃、下一页，这是第二十二页的一个部分。那二十二页的部分这边比较多的是一些填空了哈，没关系，我们这边还是有耐心一点哈，我们把它填上去。第一个哈，各位啊，We have walked for two hours 啊，走路了。Let's take a break 啊，好吗？啊，shall we 啊？记得讲到 shall we，各位不要忘记哈、啊，这个有邀请的那个意思。 啊，邀请啊，邀邀邀请对方一起来做休息啊，一个小时三百啊，好那第二题啊，I would rather stay at home than go out 非常简单。接下来第三，You 啊、呃，这个要填的是 should，然后你应该要停止抽烟的，对你的健康不好。接下来第四题啊、呃、，You shouldn't。 Have done such a stupid thing 啊、uh,！你不应该，你这个各位记得哈、uh,，have done 就是当时，你当时不应该做这么白痴的哈，被、uh, 气的代气哈。Uh, 第五题，He goes away immediately 啊、uh,，lest he should，哦哦 s h o u l d 啊，各位，那这个这个字哈，uh, 各位刚刚我们有遇到、uh,，lest 加上 should 就是以免。 我忘记我这个有没有讲过了，这比较细一点、啊，然后这比较不常见的、啊、哈。说实在啊，第六题啊，这个 I hope 啊，我希望啊，我能够去，Will be able to go to the party。第七题，But for your advice 啊，I 一个空格哈，那这个第七题哈、啊，就是 I would have failed。各位，什么叫做 But for 啊？各位两个字一起圈，就是 without。 哦，如果没有你的 advice 是建议嘛？没有你的建议，我应该会失败哦。记得当时，我当时应该会失败哦。所以有没有失败？没有。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八题。Your salary is very low. Salary 这个是各位自己写。Salary 是薪水，你的薪水很低哦。你，you should. Look for another job，哦，去找找别的工作吧。接下来,來，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啊。If she 啊、uh, should not。 The truth, she will be depressed. 各位 depressed 就是 sad, 伤心。那这两个组合起来 if 加上 should, 中文翻译叫做万一。万一他知道事实他就会非常非常的伤心。接下来第十题 It is very hot today. 啊这这个啊、呃、非常非常的炎热。然后接下来哈 Would you like some drink? 啊这个很简单哈、哦、就是 would. 好吧，来，那接下来空格的部分哈，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一个来看哈。来，第一题哈，这个要填的是那个 can't，you can't be too careful when crossing the street。啊，各位记得哈，can to can to can to 中文翻译就是再怎么样也不为过，越怎么样越好哈，越小心越好。当过马路的时候，越小心越好。Mary could. Could play the piano well when she was quite young。哦，那个时候她能够呃弹奏的相当不错哦。那现在有没有？大概就没有了。第三，The child is ten years old，but 哦这个呃还是没有办法读阅读啊、哦。But can read。 啊，但是是啊还还没有办法阅读啊。十岁如果还没有办法读，那可能就会有一点状况了哈。来，我这边缩小一点，因为接下来题目比较长。第四题，Sam a s k his father whether 啊，那接下来第四题啊，whether he could 啊问他能不能去那个电影院呢？His father s a y he could 哦、啊、可以。第五题，In London 在伦敦，buses You can 啊、uh,，in London buses 啊、uh,，在伦敦这两个在一起看的哈，uh, 在伦敦的公车上哈，uh, 你可以抽烟。On the upper deck，upper 就是上，deck 是层的意思，哦、uh,，你可以在上层公车抽烟哦。Uh, 但是，you can smoke downstairs，好、uh,，在下层是不能够抽烟的。 第六题，We should read as many books as we can 啊、哦，这是习惯讲法啊、哦、，as as we can，好、哦，越多越好。接下来第七题啊、哦、，A little girl asked her mother 啊、哦，这题答案要填的是 can，Can can I go outside and play with the boys 啊，跟朋友们一起玩？接下来第八题，She used to have a good voice and、um, 第八题哈、哦、，could。 好、哦，那个时候还能唱歌，唱很好听。可是这边有遇到一个 used to、哦、这个就是以前有，啊、哦，那表示现在没有然后现在可能声音就遭惊起啊。哦，来接下来第九题哈、哦、，I wish 啊、哦，我真希望我可以 could date that pretty girl。那各位知道哈、哦、，wish 这个字如果后面加上一个 could 的过去式，其实是表示现在不可能。啊、哦，各位什么叫做现在不可能？就是没办法，我真希望我能够跟那个漂亮女生约会。 呃、就是没有了嘛，哈，就比如他心里，他可能心里面说话的人，应该是心里面感觉他应该是不太可能哦。那女生可能太受欢迎了，其实谁知道呢？问问看嘛。第十题啊、uh、，Kitty does not l、like、i k exercise e 啊，他不喜欢运动，she can't have gone jogging 哦，他哦，各位这边有、哦、各位 have gone 这个是不是当时哦 can 就是没有啊、哦？当她当时不没不可能去慢跑的啦。 哦，了解，因为他就不喜欢运动啊。接下来哈、哦，我们来看一下 Part C 啊、哦，要语义完整。那第一题哈、哦，各位这个要填的是 May you have a long and happy life，祝、哦、你长寿、身体健康啊啊、呃，万事如意啊，快快乐乐。第二题哈、哦，呃、uh,，I often，i、uh, o f t e n keep quiet so that、um, I may not。 Disturb my father. Disturb 就是干扰哦，吵到的意思啊、哦，才我才不会吵到啊、哦，因此我就不会比较不会吵到。接下来第三题啊、哦、，No matter how hard you may try 啊、哦，不管你如何努力的尝试，you will not succeed. 哎呀，哦，好伤心哦！不论你怎么努力的尝尝试，你都不会成功。哎呦，这有点伤心哦。第四题，It's too late. 太慢了。I'm afraid I 啊，第四题，I must be leaving 啊、哦，我一定离开了啦。 Uh ill you speak of others or just speak just it and mustn't 这样子, you mustn't speak ill of others. Okay? Like it's already ten o'clock. My mother must be angry. Did she I borrow some money in order 啊，in order that 哈，为了啊，in order 就是为了借了一些钱，为了我 might，为了怎么样呢？I might buy additional。各位为什么用卖哈？各位其实你用 may 也可以的，不过 might 是语气哈，比较弱。其实你自己都不太确定哦，了解哈啊。不过啊，不行，这边有 e d 啊，所以你也只能只能用 might。第八，he admitted，各位的 admitted 是承认，他承认哈，that the news 啊可能是真的，might be true。 OK，好了，来，这个是第二十二页的位置哦。